写的十这个字就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主题了。那不就吃屎挑战赛？是今天是双十节，你知道在双十节这样一个十全十美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对于这个十全十美的节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这个点，这个点是一个重要之处。这点是我第一次来三国志录影的地方，我在三国志结缘的地方，又回到最初的。对，那就留在这个地方。对，就有始有终。我们呢？今天双十节大作战呢，只要玩到哪一组失败被淘汰，就要马上被丢包，又要丢包，又要丢包。但是过关的话，过关的话就有一张贴纸，到最后面呢就可以来转终极轮盘。各位讲来听听吧，终极轮盘奖金，等一下上车跟各位说，但绝对是史上最高、最惊人的奖。对啊，真的，它都是有电动遥控，可以讲是不是？可以讲了。好，各位10万元，哇，怎么可能？先讲币。台币，一次就被我们破解，每一个都是这样子，那你要转得到啊。抢得到啊！大家都有机会啊！不仅仅是说这个十万元这么重要，我们今天还有两位虎视眈眈的参赛者，我们欢迎女神张嘉伟。大家好，丢包真是幸福，不要丢包啊！还有花姐最喜欢的余香泉，全家欢迎余香泉。快点说一下公司啊！好，你们两个可以干嘛？可以干嘛？可以干嘛？好，今天两位呢，我要来抢这个10万块钱，马上就我们道具卡争夺赛。好的，各位，等一下道具卡很重要哦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有丢包任务这件事情，拿到道具卡就有机会躲过丢包。来看一下玩的关卡，就是这个，等等，双十节，用嘴咬住一双筷子并夹起拉提包前进，最快运送到桶子内的人即可获得10大恶人。好，各位人形海啸，准备听到哨音就出发喽，预备。哇，哇哇，小阿哥他其实夹得很快，他运作过程中掉了，可惜可惜。好，恭喜 Kitty 获得10大恶人卡，至于是什么样的功能，我们上车告诉你。哇，他只要听到有钱就开外挂嘞，这是10万块，这这么难吗？10万块钱抢成这样。恭喜 Teddy 开外挂拿到了这个10大恶人卡，有钱就不一样，没有没有，好卡。其实我说真的，这个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好卡，所以你今天就是特别认真，不然你好久没拿到这个道具卡了。没有，我是知道今天有10万，对 ，Teddy 拿到实至名归啊。十大人卡呢，用法很简单，就是如果今天你被丢包，我们这组被丢包的话，你可以任选一个人，然后跟他玩游戏，3战2胜就可以成功的交换身份，你留下来才被丢包。玩游戏哇，这个卡也很好，但他要赢就对了，要赢哎，对，所以他这个只有一乱，还可以随时用。你要一乱，就增加一次，对了。因为最严重的地方在于说，如果你在最后一关被丢包，你来你是没办法贴那个轮盘的。对。假设在最后一关，这是你的保命符，有机会碰一下。对，最后一关嘛，就说了呗。那等一下呢，转到这个终极轮盘之后呢，就有机会可以把10万块钱带回家，所以留下很重要。终极拿得到？根本不是说没有轮盘，轮盘是告诉各位哪一位拿得到。哦，没有空格。对，要有贴纸，反正不管怎样，拿到贴纸要多，然后最后一关要在，才可以有机会缴出10万块钱。转到，比如说转到豆哥，豆哥一定还要再去挑战一个什么东西。直接拿就对了。转到拿，今天没有空白轮盘。但我知道了，这样听起来就是要拿到贴纸的
个门槛很高。高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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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游戏还好。就看难不难。我们来看一下拉比卡哈，来看一下第一张，一五一十。还有下一张，应该不会有歌词会先烂出吗？生日快乐，被砸坏，被砸坏。还有双十，双十假期，不用了，回家了，这个回家。双十预言，双十预言。好，这个是十分好运，还有这个十十双十的符号哦，加加，还有下一个这张特别了，关主卡，这关主卡必要啊，弄死你！有十万元的机会，我就要下来跟大家玩，好来下一张，我当你的关主，五千以及一万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关主当的这么好，收到关主后面就没有机会玩。没有啊，我们真的不好笑，是吧？你还说今天是你的起点？对啊，今天在起点，我就是忘啊，我就是忘啊，容易忘本啊，你脚本都忘了。最后的点。等一下玩游戏的地方一样是在这个桃园孔庙进行哦，这里呢是仿造古代宫殿的感觉，所以是非常特别的孔庙。在这里，我们在孔老夫子的见证之下，马上展开第一关。你今天到底为什么要戴眼镜？因为我今天造型比较朴素，我不戴眼镜会被大家忘记我的造型。你戴的还是很朴素啊！马上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，等等，十拿九稳。两人需分别将红蓝红白蓝的杯子叠在跷跷板的两边，且保持平衡不掉落。在挑战时间截止时，轮到队伍即被淘汰。哇，时间难，真的。就平分钟十分钟，要么就第一组，要么。反正我觉得抽前面一点是最 safe 的了，你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用。平均下来每个人40秒。先弄别人。哎，不能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哇塞，你出的比我还粗糙。你刚刚有没有粗糙啊？效果做的太粗糙了吧？好像可以。哎，第一排坐边边的都是这样子，好粗糙哦。习惯。别别别，怎么笑来看了？冷静一点。哇塞！走走走。哇，好像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好，三。好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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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就是一。其实我很。啊，完蛋了！丢包了。小八，是，真的 OK 啊，我要做作弊，超人，对啊，丢包啦，丢包啦，一号，哎，有了，有贴纸了，有贴纸了，有贴纸，就是要一号，我一号，哎呦，这是两个通道啊，是两个通道，来个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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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。四号，拿不到，不要被丢包，凶好凶，四号也蛮危险。我觉得三号，拿一包，五号都还没抽，对，五号最safe。No！ 圈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，还没上来呢，在哪里啊？还没抽，还抽上哦，这里放奖，这里放奖，放奖，你要管管你的小王吧，你给他上个垫子还是什么？My day today， 我操！你讲什么了？拿到后面去。什么 My day？ 你是打字琴吗？是。六号。他无法克制他自己，不到。给个一棒子 ，Go！ 上来。来一棒 ，Go！ 我给个啊，完蛋。陪你一起拿钱吧，不要讲一堆会被逼掉字眼呐。二水。来看一下 Lucky Ball， 全哥四号倒数第二组，九张，九张了，我跟你讲，讲了一张，跟谁讲？你好好讲，跟谁讲啦？九张哦，怎么啦？一二三四，可以吗？一二三四，是这个吗？你刚讲过了 ，This one，Th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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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， 确定？现在墨镜揭晓 ，This one， 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我不出来啦，出来，已经发现啦，揭晓什么？加加加加加，哪个是哪个加加？恭喜你帮这一关增加了100秒的时间，太好了！所以这有100秒，所以有机会大家都有可能。所以第一组开始多100秒可以慢慢玩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这人就为大家一起来奉献，对不对？就大家可能拍到大家都有贴纸啦，但是这样，我看原本第三组危险，第四组危险，是第五组危险，第五组危险，第六组哎，太游戏的难易度了。对的，好，反正大家都有机会拿到贴纸，现在多了100秒，好，人人有机会，马上好，来八号买一。哎
在祥全哥加了一百秒之后，你们的时间总时长来到5分40秒。我们要谢谢全全啊，真的。我们刚才稍微研究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不是六个耶。而且你要想六个，我这样有多高？怎么放？比你还要高。六个的高度就是蓝白红，蓝白红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顺序，这样排上去，一边要有六个杯子啊、哦。来，准备要计时5分40秒，预备。哎呀，第一啊，第一个一。可以。我会在外面呢、啊。白。哇，这两个，哦，哎，这两个看起来在玩闹洞房的游戏。他们好稳态的，你们的默契这么好，他们很稳态，跟你们的感情要稳定。一开始偷交往，就常叠在一起。哎呦，你们默契吗？常叠在一起，对啊，有共同朋友不傻叠，常叠常叠。最后一个，我们等一下。加倍叠，紧张，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才跳一步四阶，不要紧张。你先聊一下，你就是走尖端的，太有喜欢尖端的主持人。我真的很紧张哎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。加一百，你做得到的。快点，2、3，好。报应就是在这种时候会倒。哦，好快，你才怎么了？你才怎么了？时间现在还有4分多钟啊！他们就是放在位置的，对啊。两位老师，蓝白红啊。还要顺序哦。对，蓝白红，蓝白红。还要哎，他们也是速度蛮快的。哦，口误都没有喊口号啊！等一下不要这样弄啦
用太慢，真的，他们自己就会手忙脚乱。对，小盖盖，没有，王荡，王荡，王荡了，王荡了，还有五十秒，王荡，王荡，竟然都到第四组哎。不好意思，脚用脚背杆掐掐手。你在干嘛啦？我们怎么这么可怜呢？哦，这个现在大概三七八度，这么热，然后还要带这个。但是呢，身为一个男人，带是很好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们这是很幼稚的节目。啊，我们所以我们要干嘛？带我们到底要干嘛？丝袜，对啊。你们要丝袜要套头，然后坐公车到温州公园。可以给我一件，等一下，我要这样子。两人是用浮板来回横接乒乓球，并运送到指定的箱子内。所以我们先问路人，就是哎，我们要搭哪一个几号的公车？对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知道温州公园怎么去吗？温州公园。温州，你们是这边的人吗？当地人吗？我是学生。那是温州公园，你们知道怎么去吗？不知道。有温州公园吗？不知道。你们可以帮我们手机查一下吗？查一下吗？温州公园，然后因为我们要搭公车，你可以告诉我们坐什么公车吗？因为我们不能用手机。对。你好，我是张立东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以这里是桃园高中168，坐168，168，几点是12？现在几点？还有27分钟。没有没有，还有两分钟。两分钟，四分钟，四分钟，四分钟，赶快赶快。哪边有公车站牌？公车站。哎，这些东西是没在没在这边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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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找到了，有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啊，有，这里。哦，168，168。这个。他说，哎，我要温州公园。哎，168即将进站。哎，那好了，赌一把，赌一把。就是，整个那个公车司机，我们是不是会到温州公园？好，再问一下。逃过一劫的两人，后面好空哦！哇塞，这边坐多舒适，而且我发现这种赛制哦，你的顺序非常重要。对呀，三四组基本上就是死亡之组。没事啊，但这个天气被丢包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哎，都体表温40度以上啊，而且丢包对象真的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如果跟伟伟一起被丢包，还 OK。轩轩轩。
嫂子，今天我都是为了节目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叫温州公园哈，这里呢它有恐龙为主题的设施，溜滑梯也好啊，还有荡秋千等等的，让你来到侏罗纪公园的感觉。侏罗纪公园要玩的游戏就是这个，等等，实事求是。两人需用浮板来回弹接乒乓球，并运送到指定的箱子内。在挑战时间截止时，轮到队伍即被淘汰。好，来，请抽球。哎呦，这就是前面一点啊！没，我还没有贴纸。啊啊，很后面。五号球，哎呀，好丢吧！啊，没有贴纸没有用啊。哪个一号？是哦。拉起来，拉危险，危险，这个危险。对，拉起来。来，选圈，选圈。啊！哎，哦，这 OK 吧？刚才叫鸡，妈妈知道，先叫鸡。先看我啦，因为我可能有很多。有没有机会跟犬犬一组呢？我要一号，我要一号，一号。梦中情人，三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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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号，超级死亡号，三号还跟花花文，还丢包，我说不要死亡，三号，三号，三号，一号。我要要要要要要三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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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号，一号。Yes， 哎呦，哎呦，只有一号，谁跟花姐一组？现在还没抽到。三号，张一张三号，张一完蛋。哎，你好，谢谢。Oh my god， 对 ，Lucky Boss。哇塞，好礼遇啊！来宾来就要这样啦，被丢包了吗？可能会丢包。Oh my god， 两个女生，如果第三组。想要不被丢包，那除非第一组就是就比较快一点，把时间弄到差不多交给第二组，第三组就不会丢包。对对，你有必要再弄？我觉得我们就是让他们过，然后害到第四组这样。呸呸呸！要要没有，重点是第三组不一定有办法过得了，啊、是重点在第三组。好，来，请抽卡啦。是不是很不团结了？就是几张啊？一个撕裂我们。反正你不要抽到关主就对了。对，最后一张。最后一张不肯中了。关注啊！哎，这张是百团关注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呢？通常我们生日的时候都会送礼物啊。对，那我们抽一张卡，立冬恭喜你，你可以代替我们送礼物给 Teddy。因为 Teddy 呢，十月五号生日，对不对？十月十五号生日，就是设计的借给 Teddy 的送信卡。对，送礼物到什么程度啊？来，现在我们准备来帮 Teddy 过生日了。来吹洗吹洗，生日快乐！谢大哥。然后我们其实这蛋糕还有一个小鸡块，你们一定要钱！我要打出来！有钱，反正有钱，你让，你自己让，好贱哦！他的头扭下来了，七天。
些给阿董加阿董的朋友发号码一。哎，只有你过生日有钱呢。时间哦，那你们呢？很简单，用浮板弹来弹去，但不能厄运哦，一连两下就要重来，而且进去如果滚出来的话，也算是失败。我们三分钟可以慢慢培养默契跟这个技巧。哎，好厉害！不要这样子哦，真的玩的。少爷，你要认真，我有话讲啊。我有听我讲。人家离上一次是一年前了，一年来一次，不要丢脸。想听，我们不要跳啊！不要跳啊！不要跳跑舞！好，来准备哦，伸手开始，预备。队长，我们疯子还是男的？不要跳舞了吧？哎呀！我想要白痴！哎呦！我想接，我这么讨厌你，你不要这样子啦！你那个帅要帅！不要跳舞了！哎，你剩一分钟的话，他们也一分钟也会。无聊，不要这样，要不然你前途死定了。认真玩，我们要赢好不好？认真玩呐！不要！我跟你讲，我就会关注。伟伟要生气了啦！给后面玩一下，给他玩输，然后。想到膝盖一样坏。认真的吗？现在2分50秒。好呀。认真，认真，都已经认真了。好，看今年啊。看今年讲台语，讲永泰台语。看今年啊。来哦。加油！一定要走下。我们生气了，我们生气了。生气，你看一下伟伟。赶紧。生气。哎，跟我前面，赶紧动作做卡做呀。黑妹，黑妹。哎呦，想的都太晚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再玩啦！还有2分钟，再玩啦！快点啦！再玩吧！救炮要来了！救炮要来！再玩，再玩啦！不用担心，他们现在玩一玩，这一组比较衰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有机会最过关的一个，那明明就很轻松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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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直接进去，进去了好不好？太难了，不行不行，敲开，太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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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0秒，有没有总给我们再30秒？有钱人就光五万买。
是没有时间的问题，不好意思哈，去完成丢包任务再来找我们。好，豆哥、全哥即刻丢包齐全，请回游览车。我们安全界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们是梁山部队，今天呢，听说我们的任务很荒谬，但是我觉得 OK， 因为我们两个算是真正的高手，梁山部队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今天要找在民间的高手，民间找高手，那民间找高手啊，我们平常的训练是这样，来来来，平常的训练，来我出力，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你要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来，没问题，很简单的啊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 ，OK， 没问题。哎，要拍照的来拍照啊！来，拍一张撞一下，好不好？拍一张撞一下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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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朋友先拍的是不是？没有，中间，中间好。耶，哎，这个小朋友今年几岁？几岁？六岁的民间高手。六岁哦，民间高手哦，你看哦，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啊？庄俊康，你看他是武艺的哦，武艺的学武不学功，对不对？我来，要帮我们中断这个。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看镜头，帅，好比耶，哎，好不好？第一位完成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要六个。乱套，你说这个假的？你说没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 OK 吗？介绍一下，陈贝珍，陈贝珍漂亮的哦。你知道我们的任务要什么吗？就头儿。好，另外一个你是女生，我们又要你两片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两片，来来来，还够了，两片可以吗？你试看看。两片有没有信心啊？试试看。有没有信心？我知道哪里尽量，好不好？我干多久？就去撞他，撞他硬。我先教你，用额头，不要用头顶哦，额头。来，一、二。记得纸飞机，用纸飞机射过队友吹好的气球。有机会吗？可以。三四秒弄爆他。还好吧？不会吧？他不会的。我都不会。还脸吗？我只想断了。介绍一下，陈贝珍，陈贝珍漂亮的哦。你知道我们的任务要什么吗？就头儿。好，另外一个你是女生，我们又要你两片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两片，来，还够了，两片可以吗？你试看看。两片有没有信心啊？试试看。有没有信心？我知道哪里尽量，好不好？我干多久？就去撞他，撞他硬。耶，我先教你，用额头，不要用头顶哦，额头，来，一、二。两片太多了，那上面你用力一点，你再用力一点，一片就好，一片就好，来，一、二。笑死我了！好讲，我跟你讲，还是这样，我们拿着啊，我推着，对，一、二、三，快死掉哎！不是，这片太厚了，等一下哦，这片太厚了，哎。这边，来，加油！耶！哦！耶！哦！哎，会不会痛？说真的，他
撞傻了，他撞傻了，傻掉了。是还是还好吗？一点点。回去找那个纳豆后哥哦，一点点找我们哦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弟弟，弟弟赞。我们几片了？三片，三片好。想不到我们意外的热烈，我们太看到了，买单了，一片，对啊，丢包嘞，去。中间还丢第二次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，先不要。我好像慢慢看出一些端倪了。什么端倪？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有10万块奖金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因为举凡被丢包的人都回不来。一哥还没回来。对，还没回来。根本没办法转那个轮盘。我们会不会一丢包就回不来了？最后可能说明只剩一组可以转。少一个是一个，对，丢包有吗？啊，快到了啊！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好好。第一个任务去东港捕黑尾鱼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等一下去的地方呢是富阳羽球运动中心啊，在羽球运动中心这里有举办国际赛规格的羽球场地啊，而且在室内打球哦，吹冷气，羽毛球赛，要冷气了，要玩的就是跟羽毛球有关的游戏，要玩的就是这个，与时俱进，需用筷子接触队友发出的羽毛球，在挑战时间截止时轮到队伍继续被淘汰，像夹苍蝇一样。夹到旁边的毛也可以吧，只要接住夹毛比较好，夹毛比较好。没事，等一下玩到就知道了。好，来，所剩无几的8位嘉宾，请抽球。前面呐，前面最安全吗？真的，生气中，生气中，就是 lucky ball 啦，生气中。不要被丢包。3号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像三号员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。4号，安全，安全，是哦，34号，34号，现在以这个人数，要吗？都有危险。拜托，哇，强的，连三一，哇塞，哎，那就等于保送了，然后连三一给我，他已经两张了，我还没有贴纸。一碎打，碎打过，他们两个人抢，还没有拉黑豹，很重要吗？还没有拉黑豹呢，对呀，你没必要来一里喝啦，淘汰啊！花姐现在心情不好，让全哥走掉。哎，哇，我死啊，真的死啊！哎，还有一个拉黑豹，大家也可以没有，还没有入账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还没有收到钱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这一哥以前的工作嘛，上来上来！哎呀，他们要抽老粉了！哎呀，他们要抽吗？他们要抽球，我们是第5号，抽不抽？剩 Teddy 啊，剩 Teddy， 可以啦！什么？是 Lucky Ball， 又是我 Lucky Ball。你先讲有没有不好的？这个其实今天都不错，都不错，都不错。那你嘴巴喊一个，再怎么样也没有生日快乐糟糕。对，我觉得生日快乐很好，生日快乐超好的。对对对，然后你的窗台窗帘，黑布制成窗帘的，一点幽默。这里啊，我的啦，我的窗帘啊。没错，对对，很好，你们刚刚已经拍照留念了，因为外面天气很热，所以等一下我要等一下。还是在我们洗窗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你们辛苦了，我干嘛太热了，好不好 ？Teddy，Teddy， 谢谢 Teddy，Teddy，Teddy， 这个 Teddy 呀 ，Teddy 呀 ，Teddy 呀，生日快乐卡的拥有者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有没有被丢包？没关系 ，Teddy， 你看我这样微微的，微微的话，不要，找少文。什么意思？懂要。好了，我要抽卡，我要抽卡。第二张。完蛋，完蛋。无欲则刚，无欲则刚。什么叫无欲则刚？就是我没有欲望。你喊一个，喊一个，喊一个。各位观众，10000块，1、2、3。十分好运，哎呦，十分好运，我看一下。10分车票给他。哎，十分好运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帮助。是这样子的，十分好运呢，我可以直接获得贴纸10张。哎呀，你啊？对啊，对，我有贴纸，我就可以。他这么讲的，哪可能？他有拿到贴纸？对对对，不是，他是关主，他可能没有抽。因为关主是没有机会玩游戏。笑话，我的生日快乐！我知道贴纸，都是我们玩游戏玩的累的要死，不要拿一张都没有，10张，来，恭喜哈皮，耶！恭喜我本人拿到10张贴纸。小哈哥，不要这样，小哈哥，小哥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30
几张，你吃。吃口水还是？到底录那么辛苦要干？恭喜黄平耶！不是啊，请小气鬼，我们八号买一。羽球要接，回来了，哎，好，我一天就节目二十分钟，出这么大的事情，没有没有没有那个，一张贴纸在你身上，什么？不完毕啊？没有没有，哎，不是，上次张立东拿了七八张贴纸，他也是没拿到，我拿十张，还给张立东哦，那待遇不一样，人家还要去，对不对？出去外面，你关主你拿什么贴纸啊？你们对啊，不合理嘛，待太多了，我这样待了十年。你要是抽到关主卡，我那个十张就是你的。我们还要出去外面办什么？在那边装东西。我不知道现在的情绪是什么。在那边逼逼逼来。好，没关系。这个呢，只要在时间之内传到两颗，接到两颗羽球，就是可以拿到一张贴纸了啊、哦。完蛋，完蛋。提保生组，大家放心啊。快点啦！啊，好烂。准备。准备了。Ready。王少伟，我打你！王少伟，王少伟，不要耍帅！啊，好难啊！这有点难哦。还聊天。聊得好啊！聊天啊！哎，你们两个乱子啊！快点呐！他们要筷子的。哎呀！你要有点不秀。你是故意的，筷子不会拿成这样。哎，看看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两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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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爆！好了好了，加加加！啊，确定我真的可以，我接，加加加加，我接啦！一个，快快快，看着看着球，看着球，我很快接，跳吧！一个，哇塞！这个深蹲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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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都没付出，你来夹一下。你先夹，我自己我夹，我先夹，我先夹，八九四十秒，对，你八九，对，现在是会外赛的时间，对，因为好比刚拿了十张，虽然说这边我们给他四十秒的时间，他接到两颗。就一样，接不到的话，拿五张出来。好，公平啊！哎，我只有四十秒，你们刚才有人玩十张，我才几张，才两张。你有差的四十秒，耽误修哥时间。修哥，你也够，往前。哇！这四十秒，好了，我这边有派出一个专业的弟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吕正颖。吕正颖，你玩羽球玩多久了？一年半。一年半，那这个发球你 OK 哦？你知道怎么发吗？小力就好，不要杀球。预备。好，谢谢弟弟。来，史密达，很多人进入哦。就是我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哈，因为他是我爸妈一直告诉我在节目上面的。反正呢，等一下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拿贴纸啊，你们自己要小心啊，不要被丢包了。我刚有建议把丢包的难度提高一点点啊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台贸购物中心，室内的场地又来了。这个地方不仅是外观呢，像是一座城堡一样，里面有时尚的购物空间，丢包的时候也可以旁边稍微购物买点东西，舒服的感觉。那等一下玩的东西呢，是跟盘子有点关系。来，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，等等，坚若磐石，两人各用一只手扶着盘子，并让盘内的球依照颜色顺序掉落，在挑战时间截止时，轮到的队伍即被淘汰。来，后面，一号快递过来。六级，快接快接啊！你很扯哎、欸，好扯啊！他脱掉了，我都不要了解，脱掉了，脱掉了，你有本事再过一次生日啊！好，一号一号一号，最后一个给你，等等，一号是拉低过真的。有啊，第一个，我们又一组风景，这是最后一个，有机会，三十岁可怕，反正这两个不要，我怎么就怎么会这样？一号，哦，哇，可以吧？想全认真，现在还有一号吗？花姐抽个一号，那我就抽二号啊，二号，三号，三有点危险。他是三号，二号你是 safe， 对的，除非很难，对的，要三号就好。三号，四号，我二号也好，二号也好，二号被抽走。你真的说什么抽什么？不会来一个，伟伟，五号的难度哦。我们测一下，我跟 Teddy， 好 ，Teddy， 寿星正旺，六张卡，选一张，六张是不是？然后二啦，手上往下丢，来，哇，那个天啊！哎，你看那个天，是准备10万块出门的。
好啦，那大家皆大欢喜啦哈！这边 Teddy 拿到了五千块，欢喜欢喜欢喜，你的Teddy欢喜，我的Teddy欢喜，其他小鼻子小眼睛的人，我们发号码一，坏习惯。现在我们第一组于长全跟我们全马的跑者，全马跑者，林俊杰之类的，你们的顺序球要以蓝白红的顺序出来，只要不照顺序或者掉出来是黄色，那就要全部拿回来。他们这个顺序会有困难啊，因为合来啦，哎，我能善良一点吗？你呀，我会生气的，我会做特定的啊。时间已经经过了48分，黄色的先上开，哇，你的白色被卡住了，快点！哇，好厉害！哎，黄了，黄了，黄的来了，黄的来了，下一个红的啊！呀，大了，黄色、白色、白色、红、白啊，白色、蓝、白、红，大大胆一点的，蓝白，大胆，被尴尬了，哎，把黄色先给他们，把黄色，把黄色，过去把黄色给他们，对呀。可以吗，豆哥？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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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奇怪，这蛮简单的，差点，他们这时间来不及。
一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黄宏明。爸爸的就不错了。好，我们一哥的风雪即刻出发，全员请回班长。各位，刚才得到情资是毅哥跟风言现在在百货公司另外一头，很远。我很笑，就是我不敢笑了。你看到那个失败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不敢讲话，压去了。安静，连芒果姐都不敢讲话。他就这样。现在比较危险的是路人。跟你们讲个利多，毅哥他们走了，我现在要加两张卡下去，这是放开的。第一张。1010，这个不告诉各位什么功能，但这张可怕了，实在小人。各位记得，就是小人，是抢别人身上，别人的身上的。我直接把数量讲出来好不好？抽到这张可以抢三张贴纸，几乎就是全部。不是我们这个都是小人，这个是六万，对不对？任选一个人抢走三张，包含我的在内，包含我的在内。一个人拿三张，不是啊，可以总共各种包含他，没有包含他也可以一个人拿三张，包含他了，包含我一就抢某一个人的三张贴纸上面这张，啊，基本上就是我啦，目标就是我啦，哈，来把这两个放到前面去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你要抽到才行，不要那么沮丧，不要沮丧啊，这你们小鼻子小眼睛，对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妮妮意大利餐厅，这个地方是我，你有吃过是不是？我喜欢吃妮妮，好吃，它的松露炖饭 number one，那边配鸡肉包哎。而且刚刚毅哥说他很想吃，那就在那边吃饭就好了。而且玛丽身上的贴纸刚好塞。对，欢迎从妮妮出发。我形象真的很糟糕哎，真的很不 OK。实在小人，实在小人。你知道妮妮餐厅它其实是在地经营20年的老字号的餐厅，但它的意大利面跟炖饭什么，你看玛丽可以挂保证。餐厅刚经营，小人也经营了20年了。三十年。实在小人可以直接讲，就搬一点张立东。实在立东，对呀，张立东啊。我把宝生下来之后，那个护士啊，大小人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在妮妮意大利餐厅要玩的游戏就是这个。饥不择食，须折纸飞机，并用纸飞机射获队友吹好的气球，在挑战时间截止时摸到队友即被淘汰。太难了吧！我上丢。没有气球拿的是太难了，没有往上丢，往上丢，然后射飞机，射破气球，打击的，一颗就好了吗？对，一颗就好了。太难了吧？我觉得不可能。这样怎么射掉？丢飞丢包。指挥蒙眼的队友用汤匙捞起棉花糖，再放到碗里。好，太谢谢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在妮妮意大利餐厅要玩的游戏就是这个。噔噔，饥不择食，须折纸飞机，并用纸飞机射获队友吹好的气球，在挑战时间截止摸到队友即被淘汰。太难了吧！我上丢。没有气球拿的是太没有了，往上丢，往上丢，然后射飞机，射破气球，打击的，一颗就好了吗？对，一颗就好了。太难了吧！我觉得不可能。这样怎么射掉？快丢包。哦，啊，没有，没事。我觉得这个抽二号比较 safe， 你先抽。这关太难了，难易度差太多了吧？我想要的那个太丢包了吧？来个 lucky。干嘛看着我们？是要 safe， 不用担心。是要 safe， 对，都一样，一样，都一样。哎，五号。抢休息了啦！五号 ，Lucky Ball， Lucky Ball， Lucky Ball 最好 ，Lucky 鞋。对啊 ，Lucky Ball 还是最好。你要看难度难的。一号啦 ，Lucky Ball。二三四五哎，六号好了。先看一号，没有这一关真的 Lucky Ball 是要跟 Teddy 同一号。对，还有保命的。还有保命的。不要保命。四号，没有保命，只有救一个人。没有保命。
上帝只做一个，只有自己而已。Lucky Ball。矛与盾的对决，不要跟动物哥讲。他已经在看折纸飞机了。三号，三号，四，一千个你。三号，我跟你，我跟你。如果折纸飞机，我不会。五号，余香泉的号码是二号。我跟余香泉号，不会买。那我折七张。好，七张哦。一二三四，我要四。好，上面下来四张。一二三四。怎么怎么了？年说什么？完了，他要抽你的贴纸。怎么可能那么做？小人吗？关注双十预演，双十预演很简单，双十预演就是这一关卡你可以练习。耶，我们两个睡好 ，OK， 不错。那练习到熟悉为止啊，练习到熟悉一点。二号，我都超这种，我都看到一号没过白练的。对啊，有一个方法，你们练习，然后告诉他们诀窍，这样他们就有机会过，然后你们也可以拿到，对不对？对，团结力量大。对。这我们就一起。不可能，我们节目哪有团结的事？很有信心。我们先练啊，反正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有练。没有你们练，对啊，对啊，要跟要讲，对，有诀窍的，有诀窍。好，玩不到了。好，即将要从散沙变成团结的，这各位队友们发号码一。特别准备的就是野菇蟹肉炖饭以及墨鱼黑面两个都是招牌，是用炖饭的方式。玛丽炖饭，你爱什么？你爱什么？锁住这个蟹肉的鲜甜。炖饭也可以，蟹肉也可以，蟹脚。求亮哥，蟹脚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什么面？你们可不可以有盘子？有盘子？你们这群人，我们皮堡山面。你们可不可以有水准一点？哇，一点吧。另外这边是墨鱼黑面啊，保留住食材最原始的鲜甜。哇，你看伟伟多有气质。哇！下次忍不住都想，刚刚那个面，那肉炖饭真的好吃哎！哪里？这是鱼的部分吧？哪里？所以各位吃饱了，好丢包。各位第一组请就位。丢包。啊？怎么折？这样啊？夸力啊！其实是煎啊，我自己的经验是越煎越好。那你可以折纸鹤啊。可是你的头不能太弱。我折船好的啦。好啊好，也可以啊。欢迎折成球啊，就是那个。哎，对啊，吹气球也要练哦。螺旋丸，螺旋丸。哎，对啊，还那个气球要吹的。哎，要稍微厉害，你可以折飞气球要。吹不起来，吹哦！哎，少哥他吹不起来啊，你要吹？怎么会？他真的要折纸鹤？哎，他真的吹不起来啊。怎么可能？少宇哥的飞机我没看过。没有了，其实是一样的啦。也是太难了。不会啊，这很好吹啊。少宇哥，换一下。完蛋了，他吹不起来。他吹不起来，你们连过都不用过哎。因为吹不起来，吹不起来就射不破。但你也不能折啊，你会折吗？我会折啊。那你来折，你旁边我折看看。我会折。你可以折，我就吹。不是这样吗？复杂哦，哎，对啊，少宇哥可以啊，哎，少宇哥比较轻松，要吹多大？看你啊，其实越胀越好，越胀越好，是的，等你等下可会吹爆，哎，啊，可以，爆就爆，这样爆，哎，你不够尖呐，够吧？然后少宇哥气球要稍微离开手，它才可以射，要小，不能拿在手上，来哦，啊，我不会挡怎么办？完蛋啊，要丢。够尖呐！可以试试看，小抛一点，要小抛，近点没关系，不一定要站远。对啊，对嘛，真但是你们大概就已经花两分钟。呼嘞呼嘞呼嘞！哎，其实好像蛮简单的。不行。射飞机了，听说有几位是不会吹气球，这有难度的，他们都不给试吹看看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不是，我们刚刚有试过，
哦，心得是什么？你要给第一棒，因为香泉不止猜不起来，他也不会折四个一只啊。哎、欸，所以是折几个一只，我从小折到大的哦。那帅哥，这个梨到现在在哪里啊？对啊，梨哥，梨哥，他们很回来。梨哥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很远的、欸，你跟刚才那地方距离很远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赶快把它玩完，好，会追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里是什么来着？尽量越吹越大，然后我们折好。好，来啊、哦，准备，计时四分钟，预备。哇！哎，力都是这个太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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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花要太大太小太小了，就你手不要夹住那个，要夹住，像花太吹，太吹了太吹了，要吹到够胀，再要再大要再大要再大，折这么久吗？力东，我是怀疑。他刚追求一下完美的飞，要再大要再大，再大再大要再大，折折折，往内往内折。会做呢，花花折不起来，就有汗。不要，对，你们不要这个，你们快点，要再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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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花花已经缺氧了，刚刚在车上，我就想要教你，你们就不听。三角形有点小了啦，会吹起来，但是它会会吧？三角形太小，我觉得会大一点，它底下有点深蓝色。往外，往外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要会绑，你要会绑哦。这样差不多，这样差不多。其实捏好就差不多意思了。下面它的滑板。我看，再折，再折，再折，对，然后再折，再折。再折，再浪费我们时间啊！张立东，张立东，你快一点！张立东，你不一定会过的。张立东射不过，在装啊，在装嘛，在装。他飞机简单，在让我看嘛，飞机还看嘛。没有，你飞机还折返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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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可以可以，这飞机射得破，来用完力分半，有尖尖的，有尖尖的，这个飞机折力，尖尖的，尖的，它的不尖，尖尖的，裤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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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软了，软掉了，妈的呀，安妮都，来，快一点，来，这样折吗？这样折了，你折反了啦！我们中学是这样啊！哇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做到？我们没有学简单的，你掉下去了！你再拖嘛！简单的降下来这个长板，怎么用？这个小的折了，然后这个长一点，三角形好了。怎么这样？长的，它不会长的，不会折的。刚刚只会看玩路的，你们在车上在干嘛？学折纸飞机，你是要参加什么元宵灯会吗？折太久了，这个纸鹤好了。这我也只会折这种，哎，怎么办？第二组现在是没有办法讲话的。花花，你这个已经烂掉了。花花，你这个烂掉了。我再试折一下，它为什么会不行？没有，它烂掉了。时间默默剩下一分半了，这样错了，正确没错啊，这简单一点。你教他，他等一下过分问我们。用在什么用？帮我们去学这个。你的那个是往下翻的，往下翻。平常在你们美术课好好上不好好上。哎，他没有童年哎，我发现。哎，他没有在装，他真的不知道折折。下来。快折快折，一分钟。等一下，各位一分二十秒。可以帮忙折哦。那张立东吹啊。一个人来过来啊？怎么折？吹啊，张立东吹啊。他这个射过。他们现在的话，张立东，你吹气球，张立东，你吹气球，张立东，你吹气球。张立东，吹一颗，吹一颗。这颗没有了。对啊，这样不要不行。吹大一点，吹大一点。不好意思，时间剩下四十几秒。吹大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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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一点。微微，注意了，要吹。我觉得弄接，我觉得会发散，有机会吗？可以。三十秒弄爆他。你会跑吗？你不会吧？我不会。什么都不会，快点呀！我只想断了。我让你吹了，你跑，让你用哪里的？你用哪条的？用两只手指头长的。他直接抛，他就分手了。人家手流血了，手流血。你为什么绑个纸飞机都可以流血？他手流血，他手上有，他紧张，手就抛走了。太夸张了！哎，我们可以过的耶。如果你绑
起来，我就过了。哎，你重来啦！你不要管过不过，你先管你的队友手留点，没关系的，他去包扎一下。那我去医院好了啦。好了，走啦。嘴巴喊我，我可以嘴巴喊着啦。你们嘴巴喊着啦。你嘴巴喊着，嘴巴喊着，太快了。再一次啦！我们嘴巴喊着，不行不行，再一次啦！对，太丢脸了。刚才让你们在车上练习一下，不是怪啊？没有，我有练啊，他有练，我还教他哎。那就生意中的问题了。我是觉得他可以再一次，就是你们丢包的路上，你们就再一次。对对对，牺牲我牺牲，到路上一次。张立东，花花一个丢包。对啊，谁要？我牺牲两个贴纸啊。我们不要谁？哎，有你丢包啊。你可以跟Caddy 换，没有想被丢包，这里有不丢包的贴纸。对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有一个可以跟抢到一张，那个现在都有用，对啊，用贴纸交易。大家都在看，对，我小了，现在是比财力的时候了。留着的话，还有机会可以抢贴纸。张立东，花花一个丢包。对啊，哎，我牺牲两个贴纸啊。不要丢，哎，有你丢包啊。你可以跟，你可以跟 Caddy 换。没有想被丢包，这里有不丢包的贴纸。对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有一根可以跟抢到一张，这现在都有用啊。对啊。用贴纸交易。大家都在看，对啊，小人，现在是比财力的时候了。留着的话，还有机会可以抢贴纸。哎，我买有飞有折，然后我帮他讲，我这个有折，真的，你有飞有折，也是他射的，我射的，对呀。哎呦，妈的，好紧张啊！紧张，你先开个价，你觉得你要卖多少？真的用不到啊，怎么用？他们可以买一双就可以自己。对啊，有一个人会买啊。你跟他换嘛，算了，就丢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拿两个，赶快去，赶快回来啊！赶快回来，少做一罐，只要转盘就可以。我觉得就是，还有一罐，我们卖一点，因为他们说还有一罐呢，有一罐赶快回来啊！我们约好晚卖一点啊！不要再检讨怎么绑气球了，现在的学来不及。等一下，我就教你怎么绑气球。那你这种带去，先教他怎么包扎。好，张立东、花花即刻丢包，齐全，请回游览车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公，我是小花。今天我们来探讨的是为什么张立东他没有办法绑这个告白气球。因为你不会跟我告白。太老了，你要告我，你要告我，告我气球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过的。对，一号。而且我其实有内疚，因为你刚刚一直呛瞎我，因为他刚我跟他搭配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一直想说，我应该可以，你相信我。结果对你一直眼神，我一说这样，摇他这样，这样看我，我说我可以，是吗？你会什么？好，你怎么都不会。好啊，你赶快帮我，怎么绑？怎么绑？没问题，吹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？你为什么手要这样子？因为他曾经受伤过。有没有固定一个要翘起来？他包扎了啦。好啦。都不做告白气球。好，这样对不对？嗯。这样对不对？对啊。强哦。这怎么会难？我们先直接对了啦，这种小事情丢包啦，这种小事情不需要老板东哥您啦，交给小的就可以。我替我家政老师道歉。好，那我们要丢包什么？赶快，我们要赶时间呐。啊，对哦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赶快回去。恭喜你们获得最轻松的丢包任务。真的假的？给你们2000元。不是，那一定有诈，为什么？真的。啊？好，你吃喝玩乐。我们要想办法花完它，才能回去哦。那他们，我那下一个点，我们要怎么过去？我们可以搭车过去，所以你要花完它。其实刚刚那个野菇炖饭，我是还想再吃一碗。我也觉得不错啊。而且他们这边甜点提供，我想吃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上次是阿凡达哎。对啊。对啊。这不会用了之后，然后会不会所以这个是偷来的，还是这会不会？我越到了。这是不是从香油？香油钱，别乱说啦！
来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真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就这个吃一次，我吃完就给他们呐、啊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快点。松露啦，松露，我喜欢吃松露。我觉得吃我们吃精致啊。因为真的站上去会很紧张，男生要专注。你看张艺东在后面手在那边抖，哎，表情超，然后他都，哎，各位，哎，怎么那么帅？哇，戴绿帽，戴绿帽，你已经成为本节目的丢包王，丢包王，丢包王。等一下，丰田这裤子也是你自己的吧？没事，不是你的，哎，这你自己的裤子，对啊，你自己戴的裤子来干什么？戴你自己的帽子，对。因为你去准备要戴绿帽了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谁变牛包？张立东，张立东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张立东，对，开心开心，而且现在变牛包了，对，结束了。对，接下来好好玩，就是待到最后。所以等于就是现在在车上的确定可以转圆盘。对，耶！那跟立冬就看他们能不能赶回来。他要先修好手指。如果你们玩得很快的话，说不定两分钟啊，赶快上车，他们就赶不上，有这可能性。来来来，等一下车就要轻轻风车庄园啊，这里有风车外形的庭园建筑外观，然后有专属的庭园以外呢，它里面还有什么个人婚礼的企划团队，如果小阿哥要企划下一次的婚礼的话，找他们可以帮你打造梦幻的婚礼。我企划下一次婚礼就第一个不要邀请。你以为我想去哦？没事啊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我真的没去。接下来要去玩的关卡就是这个，噔噔。实在好眠，需指挥蒙眼的队友用汤匙捞起棉花糖，再放到碗里。挑战时间截止时，轮到队伍即被淘汰。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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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才拉掉了，赶快抽一抽，减少他们赶上的机会。多一张贴纸。那我们抽一下，我今天都没有抽到。你没有抽？对，我没有抽，丢了两次，被丢了两次。我要抽奖，也是丢 lucky ball 啊，有 lucky ball 了，没有没有 lucky ball 了 ，lucky ball 了，没有 lucky ball。因为最后一关，有了 lucky ball， 有了 lucky ball 啊！哎，实在输是不是？实在输，他抽 lucky ball 了。哎，有，这有 lucky ball， 哎，冲了，再三次，没有，冲了。迅速运作一下脑袋。既然放了，就让我们抽了吧。好。这样子是对的吗？对对对，吴总，好，继续抽，假装很欢乐，耶！假装很欢乐。八。厉害。来个一二号，郑姐。一二号有可能过，因为我想没有丢包的压力就差了。对，大家放轻松一点。压力的。一号、二号 ，lucky ball。一号、二号 ，lucky ball。没有 lucky ball， 被封了。lucky ball 已经被封成超短了。连四是一号。五号，五号。没机会不好搭的，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一号啊。好，看一下丰田的号码，这是最后一关了，是不是？丰田一号，好哎，太棒了！然后再抽几张 ，OK， 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张，六张卡，那么多张啊！你要几？你要几号？你要几张？哦，我要转运哦，最上面，最上面第一张，不要乱选，不要乱选，不要乱选，看到了，可以的，请揭晓，一二三。哇！小人抽三张贴纸，可以抽三张贴纸，可以选他。可以从某个人身上拿走三张贴纸，各拿一张，或是各拿一张等等的。刚刚节目名其妙拿三张，反正就是现场就收集三张。谁没有过关又拿十张？谁没有过关拿十张？有谁这样子在你被丢包的时候讲风凉话，在车上那边一直讲笑？好像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所以就可以选三个人一个。没有，一个人三张，或是一个人各一张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谁现在谁最多？我有五张啦，我少伟哥有四张，小哈有四张，两张。你说话哦，小哈哥跟少伟哥，你为什么不拿他？好比有五张哎，他拿走一张啦。我们是辛苦赚来的，我们辛辛苦苦，他是没事拿了五张。我刚也被羽毛球 K 啊，傻嘞。而且你一次拿他三张，你一样最多，然后。不然这样，你拿我两张，然后你拿他们两个，你再拿一张就好了。还有这样子，是不是可以？信的时候，对啊，这样给你总共不够，当然各拿一张。我已经知道这样子两张了。人性，这样的人性啊！我觉得你拿的棒，对啊，你怎么棒？公平公平，我们这是辛辛苦苦赚来的，我也很辛苦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一下，他也很认真，丢包两次，然后你总共几张？好生气！你现在几张？
阿胜达总共你拿三张，有四张，对啊。可是有一个人他从头到尾没有下车，没有，他连去被丢包机会都没有，他拿了五张贴纸。OK， 我等一下贴的时候 我都不会给你贴一起，我就拿他的。好，那你我从你身边再拿一张，只拿一张，但是你抽到十万，你给我一万。好好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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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恭喜丰年拿到三张贴纸，目前成为哇，他现在也是最多贴纸的人哦，就是四张，四张目前是最多的哇，逆转，丢包子，即将迎向最后一关，各位发号码一，丢包子丢死了，连丢五次。你好，欢迎上手成牛排。牛排。这是什么肉？牛肉，熟成牛排，熟成牛排，熟成牛排是高级的牛排料理方式。哦，你很懂没大的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多少钱？总共是1200。谢谢，谢谢小姐，谢谢。是是是。谢谢谢谢。我想，我想到了，我是800嘛，因为他说不能带走。对啊。对，然后要消费。嗯。比如说我们去。对吼。对。这附近有吗？重点是。应该有啊。熟成牛排是高级的牛排料理方式。你很懂没大的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多少钱？总共是1200。谢谢，谢谢谢谢Jasper，谢谢。是是是。谢谢谢谢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我是800嘛，因为他说不能带走。对啊。对，然后要消费。嗯。比如说我们去彩券行。对吼。对。这附近有吗？重点是。应该有啦，他们就这样。再找一下，找一下。然后你看我没刮。啊，你买刮刮乐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对不对？一刮。那我会越刮越多钱啊。对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回去刮了呗。那我们就回不去嘞。啊？对，要刮到没有哎。不是，你傻了。我们最后转盘多少钱？10万啊！万一我们夸了100万，管他妈妈嫁给谁，我要回去吗？对对对，疯了哦、喔！而且吼，我买你这一斤，买你这一斤，买你这一斤，跟我全部回家，跟我回家，我付大部分价钱。我是跟你回家干嘛？就拍我的，我就可以开始经营我的子频道啊！你要干嘛？三国志子频道会吧？顺便的。那你有问过三国志意愿吗？我管他，不用钱啊！你才100万，你以为？发财梦，我们现在 go 100万。看看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没有买过哎。老板你好，老板你好。你我们现在有800块。哎，我们可以买什么？刮刮乐，你有没有推荐的？这两种，这个500，这300。再各两张，各两张。好，再来。中奖，谢谢。还有什么东西刮？那个桌上都有刮吧？有我坏掉的指手指甲。来来来，这个啦。我们就狂刮嘛，然后给他推就好。我们现在在一个时间赛跑，我们就看懂。好好好好好。即将见证。所以这个，哎，他说奖金超过10亿元耶。我不知道重不重。应该是重。天哪！你这样是失敬秀哥。好了好了。希望不要重，我们这样可以。不重也可以，重也可以。它有个声音，噔噔噔噔就有了。没有，哎，太好了，他没中奖，没事没事，好，中了，头奖500万哦，对不对？中了，
没有。赶快走，我们发财梦不到一分钟。十万。阿妹，你到家？第二。破灭。破灭啦。但至少我们吃很饱。丰田跟豆哥哈，玩法很简单，手指头要一定要压在大力胶的部分，不可以往前，要不然就会偷偷去抠那个棉花糖，知道位置在哪里。好，来用心用心，来准备要计时四分钟，预备。好，等一下太明显，好闹好闹好闹，很粗糙很粗糙，好粗糙哦，豆豆。刀刀刀刀刀刀刀，好了，认错。好，在哪里啊？来了这边，这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要十颗，十颗，我们十颗哎，这边有了的，左边左边，在上面在上面，抢到了，对对对对，下来，好，好了，二十秒，三颗，到到，哇，三颗了三颗了，继续，哎，到到到，四颗了十颗，哇，有有有有有，哇。到，李安导演过来了，李安导演过来了，到，这样吗？没有，我真的很认真在绕了啦，没有机会，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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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间已经过了一分钟了，要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没有我到，没有我到，在右边，在右边，你再混下去，节目会变形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到。你要演戏，适合在生活自己。要要要，对，左边。六颗，一以后把你玩的，没有没有玩到，没有玩到，是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侮辱棉花糖。有有有，好，好，到到到，左边，到不要去哪里，左边到，回来。对，我听他走，真的不是看不到啊。要要要玩到，给你给你给你，到到，难看，好，七颗七颗。没有玩到，没有玩到，还要再三颗，到到到到到，回来回来回来，自己做再到，自私自利，九颗，再拆一颗，哎，后面还有啊，丰田啊，到到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丰田，我真的看不到，没有没有，再摇再摇，摇摇摇摇摇，可以了，到到，你知道你跟我讲吗？你有本事，是两个，再我再两分钟，看到右边，再有，摇摇摇摇。赚钱不丢，离开你对吧？好，上上上上，快点！来不及了，我们玩不到。带钱带钱，对对对对，汤汤汤汤汤匙，来汤汤匙汤匙，倒出来倒出来，开一杯十八。好，来你先换，先换，我先换，哎，往前，别别别，手伸直，手伸直，好，手往前。我相信他没有在演。手往前。不是，你下去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往前，你们自己要过啊！往前，不是，一个就一张，别下去啊！交换干嘛啦？往前走，拙劣，拙劣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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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等等，等等，好，往前，往前，右边，往右边，往右边，右边，他现在站的位置，没关系，再说一会儿啊，往前，到时候连你爸的服务处都不让你去上班。不要大声了，有多少用啦？右手边，右右手边，右右右右右，他不动哎，右右啊，右再右边，大胆一点好不好？上上，右，我只剩最几秒了，往前一步，往前，你怎么又回去了？往上一张，是碟仙吗？故意的，不要，我右边，他是故意，哎，右。右啊，一块右啊，好，往往上上上，右右上，拿棉花糖塞到嘴巴，右右右右边，塞他嘴巴，塞他嘴巴，还有十秒，只有20秒，过不了，十分钟不了，要不会过了，再进不了就喊停了，往回。啊，两个两个，往前往前往前，好照亮，好照亮，来来来来，早就知道了，再往再往，再往一岁。方向都不对了，他故意的啦。这个尴尬了。你是不是也坐在那边？不是。
这么你看尴尬哦。他画为什么只听一半？是，我说我们可以慢慢玩，至少我们保留一张贴纸。全全有几张贴纸啊？然后哦，我就有一张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你们意外很安静。去玩才对啊！他就说他要玩啊。没有啊。不是啊，你刚刚说你要放手啊，我帮你放手啊。你们居然敢回来？来，有够可怕的。好了，阿里，你身上有吗？我先问一下，你知道怎么绑气球了吗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就指甲，还在讨论气球的问题。关是熟成牛排有吗？我们吃肚子。为什么？他给我们2000块，说去花完呐。屁呀！是啊，你这种时候，他把剩下的钱哦，800块，我拿去逛。我怕热。啊，是啊，有中吗？没有中。没有啊。我马上挂住100万，谁跟你住？不要来了。回家，回家，不派整天。有的老板娘说：“啊，你没中，没中，没中。”你们就算是留在这一关也没有用，因为余翔全刚才整个就好两次，他们快吐死。熟成牛排有多好吃？我们吃多炸了。为什么？他给我们2000块，说花完他。屁呀！是这种事。我还把剩下的钱哦，800块，拿去逛。我怕热。啊，是啊，有中吗？有中。给我们。没有啊。我马上挂住100万，谁跟你住？不要来了。回家，回家，我怕一整天。有的老板娘说：“啊，你没中吗？没中，没中。”你们就算是留在这一关也没有用，因为余翔全刚才整个就好两次，他都快吐血了。我想老样吧，不是丢脸。然后我跟他套好，本来是要冲他后面的，结果他是在冲他我。因为他贴纸比我多，然后故意不过去。然后说生气，不是我们看他们两个互动，知道你家住哪里？不是，家住哪里？好，所以这一回合只有一组获得贴纸，进入我们最终的终极轮盘。终极轮盘时间，各位，刚才说有10万就是真的有10万，只要你带着走就有10万。揭晓今天的10万元就在这里。穷鬼，走了，千万不要碰。来，先回位置坐好，先回位置。各位，你看新的都是新的十元，双十节我们给各位有10秒钟的时间抓10块钱，抓多少拿多少回家，用两只手啪过来，啪过来。小哈是有可能10秒把他们都抓完的，是有可能。他3秒就好，他可以直接抬走。所以你们可以想象，大家最想要那个我们制作单位最希望抽到的就是玛丽。玛丽手小，她很难有机会带。我应该多5秒吧？看，都是10秒，都是。哇！脏东西，谁扫到扫一张垫子？脏东西。由第一位，我们刚才的排序，先贴贴纸。哦，好的。大家很稳，他们那边很久没贴了。还有觉得他是腿？没有啊，我汉不是腿。他真的有点邪门，邪门呐。没有这么好，没有这么好，你们不要这样子。现在额头发亮，不是很稳。那只是秃头的前兆。大家都已经贴好了，现在我们也请我们的幸运女神张家伟来进行旋转，10万元会是谁拿到呢？来，张家伟，用力的转，3圈，1、2、3圈，好，很会转，大力哦。
用心努力闯关，还被丢包这么多次，还有精力再送一个。而且我跟各位讲哦，这是假的。最后的幸运得主到我们的 YouTube 的这个频道去收看，就可以知道谁是最后是的。是的。然后如果你有订阅的，我跟你讲也有机会可以得到奖品。好。有这么多吗？这么好。真的吗？你就订阅是对的吗？有机会，但是不一定很高。对对对，反正想要知道最后结果，记得订阅我们。